虽然你有女友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你。祝你跟你的女朋友长长久久。老师问进学生群了。你是我第一个遇到的阿都老师。穿着高跟鞋跳舞，你真的有够性感。最后我想跟你说，阿都，你真的太漂亮了，老师我爱你。同班的同学们在哪里？在那里吗？老师漂亮吗？你们爱老师吗？全班家长一致，全班家长一致。这边主任，好，那老师有没有想要对同学说的？我就是做我自己 ，OK， 我爱你们。老师可以跳一段吗？可以秀一段吗？秀一段，同学们一起啊！同学们一起跟老师一起跳，快点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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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。我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表意三甲的吴朝辉学长。学长在哪里？学长在现场吗？哪里？学长帮我站起来一下可以吗？我看到老师很可爱，老师比学生还要激动。你怎么了？太害羞了吧？之前在你们这一届科展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第一次去当公关，所以很紧张，然后就频繁的失误。但你不但没有责骂我，而且还跑来跟我说加油，我觉得很暖心，而且很感动。最后我想跟你说的是，虽然你有女友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你。我还是喜欢你。他刚才上台之前是这样子，他现在也是抖到不行。你看，没事，不要紧张。你的腿都可以发电。还有什么点就是吸引到你，让你这样子喜欢他？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帅，然后呢就特别喜欢。哎，等等，很帅是重点吧？谢谢同学，祝你找到你的真命天子。OK， 对，谢谢。我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我的妈妈。妈妈哦，温馨的。有了妈妈，我在电话中吗？是她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，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。因为我是早产儿，就是她把我从小拉拔长大。每次跟她吵完架之后呢，我都很愧疚。我对你的态度真的不太好，对不起，我很愧疚。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还是很爱你的。最后，我们想对妈妈说什么呢？我们以后可以好好相处吗？妈妈，妈妈的回答是爱你。来，你
怎么没有说？妈妈辛苦了，我也爱你。开心的还我钱啊！妈妈，妈妈，他欠你什么钱？他欠多少？很多。很多。哦。他都他花在哪里？化妆品。哦。哦。争吵之余，还是要就是互相。关怀一下，关怀相爱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化妆品少买一点，这样。我们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十三三丁的林全心。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好。虽然你是一个超级大直男，但是在一起的这三年之间，你还是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在我肚子饿的时候，你总会马上出现，煮我喜欢吃的东西给我吃。在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带我出去玩，当我的垃圾桶，听我抱怨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。最后我想说，快毕业了，我真的很爱你，赶快把我娶回家。我没有想过是这种发展。对，那我们男生的答复是什么呢？加油！然后愿不愿意？等跑出来。愿意。我想问一下，他平常怎么直男的行为吗？他就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，要我说他才做。三年了，他还是这样哦。你有想改进吗？没有。那我想问一下男方，就是他有没有做过让你什么觉得很感动的事情？我上厕所没有卫生纸的时候会帮我。OK， 好，来，他带领了我们班三年，那这三年因为我们班人数是别班的两倍，所以就很多科任老师不太想带我们班，他还花了很多时间，就是一个一个去拜托每一位科任老师来教我们班。我真的很庆幸高中能够遇见他。张嘉宇，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老师，老师想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有什么回应吗？我爱你们。哇！我想说老师怎么做？哇，我们的同学们送东西了。是特殊名单吗？卫生纸一次。我可以问一下提款卡里面有多少钱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大家赞助的，大家赞助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一个同学下跪了，是什么？他不记住我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公在那里。哦，老公在那边。哦。全班一起给老师一个大拥抱吧！去去去，快去！你要去，你拿快点！但是大声哥要留下来。哦。哦。OK。我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表意三峡的张淑燕。哪里哪里？同学在哪？同学在哪？在哪里？帮我站起来一下，请起立。OK， 谢谢你在这段时间教导我很多事情，也谢谢你第一次给我恋爱的感觉。哦，但是当初我没有勇气在你面前告白，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，借着这次机会，我要跟你说，
张淑苑，我爱你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哇哇哇！那我们的同学们回答是什么呢？那想问你，就是他怎么吸引到你的？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上实习课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两个在互唱情歌，然后在歌曲当中产生了触电的感觉。什么歌？什么歌呢？该一起唱个副歌吧。有点甜、可以唱一小段吗？该一起唱个副歌吧。听过，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。生命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。你也轻轻的附和。正式跟他告白呢？很逊，好，他很逊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很逊。因为你，为什么前面让你胆怯了？因为我是前面都没有经验跟女生告白过。哦，舞台单身。哦。而且他第一次告白就在舞台上面，大家可以给他一个掌声吗？那你可以喊一声"我好棒"，我好棒。告白全班，我们这三年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一年级的军歌比赛，二年级的公训，还有三年级的毕旅，相信我们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感情都有变得越来越好吧，对吧？然后每天都玩得很开心，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吵架的时候啊。谢谢老师，就是在我们每次吵架的时候都当中间的协调者，然后让我们班可以就一直凝聚在一起。真的很不想要毕业，对，就会很舍不得。然后我不知道，然后他在哽咽。哦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我真的很不想要毕业，对，就是因为你们真的很好，然后我每天都很想要跟你们玩在一起。你哭，我也想哭了。那希望大家冲不休的时候要加油，实力三甲一起毕业吧！好，全班同学上来了。我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，也是一餐一的，郑汝芬。同学在哪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不要再一直晕楚三甲的学长了。啊！楚三甲在哪里？学长在，学长不在，学长不在。因为学长都已经有对象了。但你好像也不死心哎。真的不要再晕学长了，不然你流个泪怎么睡得着？那我们同学想要回他什么话呢？他还没有女朋友，所以我还有提供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你学长是怎么样可以吸引到你的？不是，你应该问朋友才对吧？我说以外人，我说以外人。好吧，那我那这学长是怎么样吸引到你？原来班长是工具人呢。那那学长在学校是很风靡是吗？应该还好吧。哦，跟你比还好吗？他还差我一点啊。这个自信。你有听懂他的意思吗？就是。然后中山实习课，他还帮他做爱心便当哦。哇。
你有看过爱心便当里面有什么吗？这都是我煮的菜啊。你拿别的男人煮的菜去给另外一个男人吃，他是你的工具箱吧。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学长讲？你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会喜欢哦，没话讲了，我可以下去了吧？可以。他已经觉得他朋友无药可救，他不想讲。都事都他在做。我要告白的对象是宋玉俊。哦，哎，是刚刚那位同学吗？是刚刚那位班长吗？哦，三角恋。只破了一个大洞，内裤都露出来了，你还没发现？所以我要跟你说，裤子不要改太紧，跌倒的时候会破掉。你想反驳什么？不是我改裤子，是真的破掉，我还没改之前就破掉。为什么想要把裤子改那么紧？把妹啊！哦。来，我们问问在场的，在场的你觉得紧到屁股露出来的裤子？有加分吗，各位？来，我们比，叉叉叉叉。那你之后还要改裤子吗？不要了，我会。我要告白的对象是同班同学黄周正。哇，哪里？他刚刚跳舞的那一位。他是我人生中遇过最绕最绕的阿都。认识他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很可爱，然后又很有个性，然后又是在我眼中 Booking 掉最美最辣的。你愿意一起跟我跟玉姐做一个最辣的阿都吗？我会期待同学回应好不好？行动表达很可爱的一段友谊。你被带来我们班上找朋友聊天，然后那时候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尬到，你真的好帅哦！借这次机会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可以跟我谈一场校园恋爱吗？哇！可以。我访问一下好了。那我想问一下同学，你现在告白成功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没有，他也很紧张，他也懂了很多。祝福你们两位，恭喜你们今天第一天，恭喜。好，那我们就手牵手下台，下台。OK， 手牵手回去 ，Go。公主抱下台。我们今天永平工商校园大声功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对，我们凑成了非常多队。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班整个上来，然后老师还哭的，呜这样子，同学要哭一遍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，是不是很感动？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是谢谢永平工商的同学们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以及。没错，那想要我们再去哪个学校呢？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校园大声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好棒！好棒！好，我们先冷静，让老师讲一下，让老师讲一下。很难过。乔威有答应你们，一定会带你们到毕业，虽然差一点点不行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